好啊。他的名字叫 Audrey。Audrey 怎么样呢？嗯，他是漂亮的还可爱的？嗯，漂亮。那你说赖童安怎么样？可爱。不同型的吗？嗯。真的、啊？那你刚刚说赖童安怎么样呢？赖童可爱死了，我都受不 了。可爱到你受不了、哦。啊，那你最近说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男生叫什么名字？嗯，叫我不知道。你忘记他的名字啦、嗯？但你觉得他很可爱是吗？对。是哦，他比你可爱。嗯，他比我可爱。是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比他怎么样？我比他帅。真的？大家有这么说吗？有的，妹妹就说他是帅，所以。其实我也帅呀、啊。哦，嘴贝说他也帅，是不是？嗯。哦，真的、啊。我也帅。所以他跟你坐同一台校车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贝贝怎么会知道他？啊？贝贝怎么知道他？嗯，应该那个人应该是坐贝贝那个贝贝的校车吧。哦，真的哈、哦，你认识那个贝贝吗？哎，干嘛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那你最近在学校玩得开心吗？哎呦，不要这样啦！你最近在学校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那你最近都在跟谁玩？嗯，跟其他人玩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同学都不记得。Audrey。跟谁？还有丘比侠、赖童安。赖童安。还有一些人，有政治爱吗？不知道，还有政治爱，嗯，然后一些人我就，他好像不跟我当好朋友，所以、哦、就不跟他玩了。哦，是哦，坐很远吗？没有坐在一起吗？嗯，没有坐在一起。哦，是哦。然后呢？嗯哼，住的很远，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。哦，住很远哦，哦，坐很远，超级远的。哦，是哈、哦。那妈妈问你哦，怎么样啊？这什么脸？好丑哟！那你说你吃饭的时候怎么样？吃饭的时候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吗？有吗？很听话，然后是很贵吃。